与普通民船相比，游龙主发电机无论从数量还是功率上都有很大的飞跃，以便满足船上高达16层的生活休闲区域的所有用户，以及船舶航行的用电需求。可以说，普通民船的功能目标是一艘船，游龙动力系统则是驱动了一座移动的海上城市。